常会请中心干部来参与他们做的，或请讲师群参与做的，因为有些讲师群或中心干部他们比较精通，比较多，不用会时常做做的，因为你如果时常做，其实你讲还是那一些，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的。另外一个，讲师或亲戚照顾时，如今是否特别注意事项？如果在我们社区里面，注意事项就是不谈到什么事情，只谈突击的事情，只有关心这样子而已。但是到什么活动在里面绝对都不行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外面我们没有讲候选，对，在这边有时候